薛，哎呀呀，薛薇，哎呀呀，哎，薛薇有点卡啊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好了，这回好了。先电刑打他一波，走了，走位，声有点大呀，这。他可能要扣一耳链。好小伙子，把头挪一下啊，把头挪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好了啊，好了，没问题了，来吧，呀，没升我们三级，练我，那可以打，打一下电刑走了。我们还有药都没吃呢，他连药都没了，先不上他的当，哎，不让他抓我们。一上来 A 接 Q 接平 A， 他肯定要这样式，这怎么回事兄弟，应该是死了啊，问题不大。他的虚区其实还是可以，我们这波推线不要速推，要慢点推，因为他一定是传送的，你如果速推把自己的状态打没了，那么这小子就可以狂妄了，就可以与我们狂妄了。 EAQ W 走，这刀补的挺难受啊，这好，回家了，溜了。这把我决定给大家来一个小星石，电刑没有征服者好用啊，那肯定没有征服者好用啊，战士都得征服者，刺客都得电刑，这么个意思，明白吗？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战士来玩成一个刺客，这就得带电刑了啊！兵线不错，一 A 出 W 溜走，好蹬好蹬，小伙子。好，哎，我们传统功夫点到为止啊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，等个电刑吧，正好电刑他能死，点到为止。挺好的，先转起来，别着急，这边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们啊。等身上两层消失 ，QR 转起来 ，EA， 电刑刚好好，往下推了。2500，这么贵呀、啊！好贵呀、啊，1200。你的破绽太明显了。可以，现在木印猴团战很无解，哎呦我的天，不出，出过了，不好用。而且根本不是无解，是有解。
他现在应该不敢补刀了。扣我！再扣！扣 E 敢用，兄弟，我没想到，直接秒他啊！这波。这波的爆发还是很高的，哎，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有点无敌了。艾克红刷了，我先不去了。那木印那个装备吧，第一伤害不太够，第二那个又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伤害不够，第二又脆，第三那个木印的被动啊，我玩过，容易被大招，就是怎么说，容易被大招给他弄没那个隐身效果。没事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另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现在耗血不掉血，打那剑魔一套的半管，他跑下路去了，那这一血塔这不是我的了吗？拿下啊！你还敢让我这么发育，兄弟？那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们家 ADC 已经不用玩了。好，回家。耶，不行，再推一波。这回回家啊，回家下一件装备做穿甲。然后我们带个扫描跟控制守备去中下收银头去。哎呦，可以准呢，这个扣可以让乌鸦直接跃，其实呀，这怎么卡了呢？你们卡了吗？直接越塔吧，直接越吧，越了就完事儿了。刘哥怎么回事？刘哥。吓人呢，小伙子！嗯，这吸血鬼干嘛来了？这吸血鬼不走，有点意思啊！一千一
1900。回家，收集者。别过来啊！我警告你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还上！我这有盾的，兄弟。回家了。那能回家吗？这个虚空之女，俺们试试能不能杀啊？刚这边差个电刑。这回回家了，我们回家，哪来的盾？星矢，来收集者来一个，然后再来个这个，或者俺们不出这个，先出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我需要一个蓝 buff 和红 buff。哎，你说如果啊，这个人他没死啊，然后呢，他被我的红 buff 烫到了5%的血，那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被我的收集者所斩杀呢？好闪！会是吧？那红 buff 行啊。哎呀，这蓝不是我的吗？为什么我的蓝 buff 会出现在这个位置？瞅啥呢？瞅瞅瞅了，有什么好瞅的呢？瞅来瞅去，这老刘头有大招，以为自己能不死。我的点盐，哎，我有点盐的小伙子。如果我的点盐套在了他的身上，然后有一个收集者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那个人给斩杀，还是不错的。就是猴现在的隐身呐，时间太短了。猴没拖出来。为什么要瞅我？我没懂。我没明白。
1025，差点钱啊。上去把吸血鬼杀了就有了这波。不用了啊，把这卡莎杀了我们就有了。回家。你看这个伤害很爽吧，是不是？三件套就可以了，别的装备不用除了，就三件，就是 EAQ 就死 EAQ 就死牛头，我有斩杀收集者。哎，这不五杀了吗？没事没事，死不了啊。差一点啊，这五杀差一点，是有点脆。来个夜刃之风吧，夜刃之风稍微有点脆。不是，我闪现艾克有大呀。而且吸血鬼不是有血池吗？咋闪？那不能闪。我要闪现跑可能还行。这牛头可挺烦人呐，这牛头。好，我闪下E的时候，砰嘡一个 Q 把我E给我打断了。艾克确实是有点意思。干嘛呀？上头啊？这不能上头啊，兄弟。卡莎来了啊，找到他。卡莎不出来了，那算了吧。被我一个E999了。打野怪是99，打人是999，也有可能是1000多，这都是，其实都无所谓，都是5%血以下就死了。我们再来个夜刃之风啊，最后再可以出个船甲。塞瑞尔达的怨恨，或者是黑切，加点技能急速，吸地有点慢。这吸血鬼只要不开血池，我三个技能他也是死。切一下屏啊，你们可能会有点小卡。